能够永远都行愿，我能够正常行愿。我不要那个鱼，不黑你呢，我端着鱼啊讲，我烂鸟了噻。哦，恁在想好多呢。哎，你那个鸟了，跟我来讲。你那个鸟是够不够？端着鱼肉洗澡，跌倒也熬了中的呢。娘的白肉的的熬中的呢，熬中肉的叫胸的。第二个做啊？做啊。做点少吗？那应该还够多呢，没得吃啊。第二个古人讲鸟哎，鸟两岁还还不断的古鸟身上。啊，明白了。哦哎，古年不是上班，古年他吃。这么大了是在到呢。Hello。我刚忙起来呢，咋个好快打理打理在古院那了？哦，对啊对，古知道可爱，古中文路哎，以前我来打工好多个。这么大了咋？还有哎，好多要去扛去扛，嗯，确定说。今年好多了车了。第二天过年了，好多的搞出多人的排片的，目前了结果。要吗？咋了鸟呢？你们车都没有，都没有东西。啥事啊？我都有个模型哈。我家那边写个专章啦，要不就找个点摆呀，嗯，摆点摆点摆吧。咱们这个多给些嘛，还爹。你都抬过去过去谈是吗？怎么你在这里去报呢？怎么我讲报个头的东西，一个多干涉嘛？啊，姐有个，我不接。哎，这安静的节目，我不能够来了阿干了嘛？我节目了嘛，都不能够了，讲多大活的？你在我房间了嘛？我不能接老干了。